自民党一直是台湾跟日本交流的重要窗口，不论是在政府跟民间的互动上，都扮演着主要推动者的角色。 江启真，江启真的，这是陈桥先生。衆议院的部长，是啊，众议院议员。接下来是台中的外国朋友一点红的众议员有孙。我们国民党既不主张台湾独立。 我们也反对台湾独立，同时我们也不认为在现阶段这个历史的阶段，两岸可以走向统一。所以必须在维护现状的这个大前提之下，两岸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共同来发掘，共同来经营彼此互惠的互利。青年部。